快四岁了，可能是因为他急着开门吧，所以家里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，没法养活他。早晨出门，然后忘记关了炉子，然后家里面炉子上炖的东西，锅就是被烤干了，被烧干了，然后烟就冒了满屋。然后结果就自己把门开，用头撞了邻居家的门，敲了邻居的门，